请问呢度系咪太空智能搜杀队啊？我喺太空漫游嗰阵，唔见咗只好中意嘅公仔啊！你哋系咪可以帮我揾翻佢啊？理论上我哋有方法帮你揾翻失物，但系有一个地方我都会忘留咗，嗰度就系黑洞啦。啊！嗰只好似我只公仔啊，好似真系跌紧落黑洞啊！救下佢啦！根据探测结果，你只公仔真系被黑洞吸走咗。唔止啊，我只公仔仲望落去变咗红绿咁，发生咩事啊？根据 AI 百科，物体变红同蓝系因为重力红移。等我嚟解释一下乜嘢系重力红移啦。由于黑洞是一个质量密度极高的天体，它的重力场强大到可以严重扭曲空间。当光尝试逃脱黑洞强大的重力场的时候，光线的波长就会变长，就是说光的颜色会变得红了，所以你那只鹿仔就变成红鹿了。不要再说了，跟我一起去救它吧，我看它还在原地，你们快点帮我吧。根据 AI 百科，你看到的只是停留在事件时间边缘的画面。咁系因为所有穿过事件世界嘅嘢都唔会再翻嚟，连光都唔存在，所以我哋其实睇唔到跌入去嘅过程，错觉咁令我哋觉得仲有救翻佢嘅机会，但系实际上佢已经被黑洞吸走咗。小朋友唔好伤心啦，我希望黑洞会锡住我只公仔啦。小朋友，好遗憾话你知，只公仔有个好残忍嘅结局，你系咪真系想知啊？虽然我会不开心，但是我都是想知道。根据 AI 百科，黑洞的潮汐力会将它拉长和撕碎。潮汐力是天体对一件物体不同部分的拉力差异，所以当公仔跌入黑洞的时候，越接近黑洞那部分所受的拉力就会越大，相反远离黑洞那部分所受的拉力就会小一点。这种拉力的差距就好像将面团拉成面条，所以这个过程也都叫做面条化。你那只公仔会抵受不住，还会被撕成碎片，我都不敢想象了。那有什么方法令这公仔没那么惨啊？根据 AI 百科，霍金说跌落超大质量的黑洞会好点。那是因为超大质量黑洞对物体的潮汐力变化会比小的黑洞来得温和，所以公仔跌落去会碎得没那么快啫。拜拜了，公仔。都不用不开心，你当我上了宝贵的一课，记得黑洞给你的教训啦。记得啊，穿过事件世界就永远都回不到来，还会被潮汐力拉长出现面条化，最后还会被撕碎嘛，我以后会小心的啦。好啦，我现在送回公仔给你，记得好好保管啦。应该说是永远要记住 Rule No.1，记得千祈不要接近黑洞，还要保管好随身物品。